爸比，哇，宝宝刚好伊想要喝温水。没啦，我甲阮妈有讨论啦，希望你会当甲囡仔洗落来，阮来负责。嗯，啊，伊当时要离婚？我无要离婚。你什么意思啊？哎，无啦，你没啊？啊，我若想讲你还未结婚啊，你娶一个囡仔嘛无方便。啊，阮拄好南部有一亲戚，伊有一间厝无人住啦，你就伫迄遐啊安心把囡仔生落来，啊其他阮会负责啦。你起码是把我当作代理孕母，还是生囡仔的家去？你干那想要囡仔尔？美艳，我保证。我甲维云哦，一定好好甲车勇大汉的，国家安怎讲，嘛是咱爸上海正义。我相信你嘛无想要甲囡仔提掉，我阁保证，我甲维云一定会给伊一个最温暖的家庭。无咱三个人继续安尼拖落去，无人会幸福的。王玉生，你这话算如意算盘的，叫我甲囡仔生落来给你。你会当过幸福快乐的日子，啊，到最后，所有的不幸拢是我。我问你，高维云敢知我有心啊？我唔相信，伊会答应要照顾咱两个人的囡仔。维云遐尔善良，我相信一开始一定是痛苦的，啊，不过最后一定会答应，把囡仔照顾好。咁安尼，我即马先打电话给伊。看伊是毋是愿意照顾咱两个人的囡仔？我怎么在搞？爱要把囡仔给你，那是无可能的代志。你要跟谁做伙？请你赶紧想好清楚。玉生，我已经想清楚啊。既然咱的爱情是一个创哦，咱这囡仔留落来嘛无什么意义，我等下就去病院把囡仔摕掉。你是莫冲动啊！囡仔是一条性命，而且摕囡仔最伤身体，你莫妒忌啦哈！我也无想要咧做，啊，不过这一切拢是你逼我。你决定把囡仔摕掉。黄家孙又搁无啊？真无简单，才为维云老体痛苦内底行出来。即马第二个囡仔搁要离开我的身躯边，天公要真正是听话，就是无想要让我有囡仔。你实在够无路用啦，无法度做好翁婿，嘛无法度做一个好老爸，规天干那会晓怨天怨地。我敢问伊安尼，我嘛足痛苦啊！我知影我对不起足侪人，啊，不过即马不管我安怎选择，拢是上海，拢是唔对的。起码把囡仔留来，够有福。老公已找到美颜，起来做事，行啦，行啦，进来啦！你来，让咱去。啥？你想要做啥？你还想要抬新婚孙？出去，都给出去！这是我的囡仔，我无法度治。侯叔，拜托你叫伊进来，去把我的囡仔摕掉。那会当好好参详啦。囡仔嘛是条性命的，不是你讲无爱就无爱。你怎会遐尼自私啊？你巴肚内的囡仔，不是你一个人的，嘛是阮唔家的骨肉呢。啊，不过黄玉生伊无爱，伊无要停止个囡仔。我唔是讲我无爱，我是讲爱好好想看要安怎安排较妥当。我已经给你足侪时间啊，啊，不过你想袂出来，所以我替你做决定，把这囡仔摕掉。哎，袂用个啦，黄玉生，紧。紧搞个门呀！别做戆代志，紧！那安尼维云是要安怎？我嘛爱考虑维云啊。我是爱想无的，是安怎你对维云坚持不放手？我会当帮助你的事业，我会当替你生囡仔，我无要求冥婚，我干呐希望咱会当维持甲较早同款的关系。我拢遮尔委屈啊，你到底伫咧做啥？玉生，你更贵嘴啊！考个美颜回心转意啦，伊
伊拢讲无计较冥婚啊，咱要想办法先让伊把囡仔生落来，才好去跟维云。就算讲美颜无爱冥婚，啊，不过以后这囡仔就是新主，伊大汉了后会挽留咱，无伊一个正常的家庭的。黄医生，你敢袂感觉你讲这话足好笑的？你拢敢双脚踏双船啊？你搁会替一个还袂出世的囡仔设想？敢袂想过假啊？今摆囡仔伫我的巴肚内底，是我故意损伤，亲像你唔该的人欺凌太甚，打我骂我欺负我，我想要把我压落底。我跟你讲，我的爸爸拢知影，今摆唔是你故意损伤啊！你卖错无，我跟你回信的。亲像我怕你骂你，是我唔对，为了囡仔安全，拜托你，你卖搞计较好无？啊！我用你些，哪里鬼啊？鬼救我！你美颜，你卖想超过好不？妈，哪里是？妈妈，你是大，你卖鬼，我来，是我做唔着代志啊。卡叔公，我万一把囡仔生落来，咱是不是会当回去甲卡车同款？拜托你莫逼我，维云已经知影咱的代志，咱无可能像较早同款那边偷来暗去的。是的，你的感情，哦，咱袂起。那你就离婚啦！现在怎么跟我回信嘞？最应该回信的人是高维云，因为伊无法度把你的心卖掉的，伊嘛无法度把囡仔留掉的，伊家己亏的就是伊。我跟维云结婚遐尔多年，遐不是讲放下就放下？我不管。回你我跟爸爸讲，维云，你跟他再算一嘞，马上做决定。紧，你想办法给囡仔补偿啦。好，好，好，我拜托你，给我一寡时间，我跟维云讲清楚，好不好？啊，感谢师兄，你是不是超过要拖我的时间？拖我把囡仔生落来，把囡仔抢走了，给我打过，跟高维云过幸福快乐的日子？不是。我是真心想要保住恁母仔囝的，我等下跟维云讲唔清楚，啊，不过拜托你，即摆莫去伤害着囡仔，好不？来，你甲物件过来，啊，来，我。阿婆，你有感觉着，这是爸爸的手诶，咱总算陪咱三个人拢做伙，一家团圆啊！文云，你哪来这？文云，你别误会啦，阮是来这做动美颜，叫伊别走过来啦。别个骗啊！拄则恁所讲的话，我全部拢看较清清楚楚啊！我拄则入来手术室，我就开直播啊，就是为着要让维云看这出好戏。我一开始就无拍算要把囡仔摕掉。你竟然是假婚！你有为人看到，阮来做到你提囡仔。敢讲只有你会当设计我，把我当作五楼的欺人，我就会当设计你。维云，你讲，拄只这出戏敢有好看？看到恁大家，还佮有你的红婿，这么骨力伫个演，你感觉因表现到安怎？拄只黄玉生，我甲我跪的。伊是毋是常常嘛甲你跪，爱你原谅伊啊？美颜，你实在是足变态！你点去？你是无看到我甲我的好姊妹在讲话？
美月，你大伯哦，你对我生气，你就会用这种眼神甲我吹。啊，不过这边哦，你拢无好好甲我关心一下，你敢知影？我过来边拢想要让你知影我已经有心啊，啊，不过就是无机会，所以我唔只请你诚心来看这出好戏。黄医生，恭喜你要做爸爸。女儿，你莫安尼讲话啦，我会当解释。所有解释的代志已经成定局啊，你们够讲，我无需要听。我已经无法度忍受，三更两更。就要面对你伫我甲林美妍之间安尼弯来弯去，黄医生，我只好对你切心吗？为什么袂用替我想看卖？我是真心咧悔改，为了要保全这个婚姻，莫去受到林美妍控制，我甚至放弃上一集团迄个设计案呢。迄个设计案，一开始你就无应该卡。好，我知。迄拢是我唔对，即马唔管我做啥物代志，讲啥物，你拢会批评我人。我因为我是你的红婿，我无想要失去这个婚姻啦。是林美妍唔肯放手的，伊甚至连囡仔威胁我，还佮阮妈呢。放手。多谢你妈这么爱我，给我一个查某漂亮的家。这么多年来，我从来都不对不起你，我嘛把我所有一切拢给你啊。啊，不过今晚，来一点我都不敢做同款。阿伯，在你行唔到头一步的时阵，你就应该知影你做唔到啊。啊，不过你无回头，你讲一错再错，后日每个心肝愈来愈大，愈来愈唔敢，我干来做你的小三。也是设计一切，刚刚你不看清楚，黄医生，是你害了这个家强的一步。我过来转，你美颜开始是真正就爱你。无，伊要甲我，无爱伫我的姊妹仔前，无爱用囡仔甲你绑掉的。你明明讲了无对，伊啥物拢赢我，只为伊生了比我更加紧，就连巴肚，嘛比我更加清晰。婚啊！老婆，老婆，我忘了失去你，老婆。